都是在广州和家人一起吃个饭啊，然后带小朋友出去玩一下，感受一下那个中秋的气氛。哦哦，准备去哪？有没有计划去哪里？都是去那些公园看一下一些中秋节的一些灯饰啊、花灯等等吧。哦，那会不会还带小孩过来像海洋馆这样的一些？哦，会啊会啊。嗯嗯，你觉得是这感觉怎么样？带着小朋友来？可以让小朋友在这里玩得很开心，了解很多海洋的知识。嗯。挺震撼的，第一次看这个水下的表演，还有那些那些演员他们，还有一些舞蹈之类的，他们在水下也可以做这么流畅自如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会喜欢去天河那个博物馆去看展，因为它有一个中国很好一个历史可以给我参考，然后也能让我铭记爱国的精神嘛。然后中秋节作为我们的传统节日的话，我们肯定是想跟家里人好好的团聚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想吃一个，其实我自己是想吃一些比较新奇的月饼，因为现在的科技或者说中国的发展的话，月饼不再是传统的东西，而是一种创新的东西，但是经典而味道永远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也想尝试一些经典而比较有创意的东西的月饼来吃。然后我们会去哪里玩呢？会去像我们中国的话，想会去首先跟家人们团聚一下之后，我会选择在天河啊或者这附近，就是去看一下店，去吃一下饭，然后去看一个温馨的电影，就是这样。